画面中可以看到，男子满身是伤坐在地上，救护人员赶紧替他包扎送医。原来这名谢姓男子因为借钱没还又偷钱，被另外四人强掳痛殴。带您看现场画面。对方有几个人？好，等下回去。四个人。会帮你用棉被把他们。他们是谁啊？他以前的仇人。 经了解花莲一名谢姓男子和刘姓男子有债务纠纷，27号下午，谢姓男子到公庙，本来想要找刘姓男子，但他发现四下无人，又顺手偷了桌上香油钱。刘姓男子调阅监视器后发现，仪器之下找了另外三人闯入谢姓男子家中，将他和女友强压上车，持棍棒殴打，造成谢姓男子头部全身多处擦挫伤，被路人发现后报警。带您听警方访问。刘贤等四嫌持铝棒。 及徒手殴打刘谢姓被害人，造成身体多处钝挫伤。债务纠纷引发冲突，刘姓男子带头强掳人，又把人给殴打成伤，将被依妨害自由及妨害秩序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。